据台湾媒体报道，周杰伦上周在香港开演唱会，却传出他背着女友昆凌在四星级饭店总统套房开选妃趴。据报道，9月18日当晚，一名长发美腿妹出现在周杰伦住宿的九龙都会海逸酒店门口，之后不久一票好乳嫩模就出现在他身边，接着一群妹就涌向了周杰伦房间。据传，当晚的嫩模叫得出名字的有跟房祖名传过绯闻的苏子贤，还有曾被港媒直击在澳门疑似卖淫的蓝莓刘丽，还有混血儿的中德混血傅佳丽。据当晚在场的嫩妹透露，房间内的气氛就像是周杰伦的选妃趴，里面还有供应高级料理任大家选择，此外还有男嘉宾余文乐。对周杰伦找妹开趴一事，他所属的杰威尔不愿回应。酷六娱乐新闻为您整理报道。